谢谢啊，嚯，可了不得了啊！递纸条的，哦，您帮我带过来的，嗯，谢谢。哎，嗯，哎呦，嗯，人让咱们瞧瞧，让咱瞧瞧吧。可是咱俩不认字儿，我这带着字典呢。哦，嘿嘿，像郭德纲同学特受誉帅郭称号，嗯，谢谢吧。什么呀？哎呀，那个，这不像话呀，这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再念一个啊。啊，像于谦同学特受誉龌龊鱼称号。啊，蒙鱼啊，蒙鱼。给您送花的来了，于老师。哦，谢可了不得了啊！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这个人是非得娶了咱俩算拉倒啊！谢谢谢谢啊！老这么花钱，无以为报。嗯，这个条件一般，水平也有限，难得各位这么支持，这么鼓励。嗯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那一是好好的说相声。嗯，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，刚才这段叫造厨，没错。说句良心话，也就这个人敢这么说。哦，造厨是传统相声里边的代表作品。嗯嗯，好像我们流传的不是特别广远。嗯，因为它需要演员有高超的叙述能力，深厚的功底啊，要不然观众听不了。哎，这俩人一个叫郑好，一个叫侯震。是站桌子里边这个叫侯震。嗯，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。对，哎，相声世家。哎，外边这个是我师弟，嗯，郑好，没错，东北相声名家王志涛先生的高足，嗯，听这名你就知道这是艺名，郑好啊，郑好，哦，本名叫喜定，哎，喜欢的喜，哦，哎，安定的定，啊，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名字，嗯，因为那会儿家里边没孩子，没儿子。嗯，哎呀，生一胖小子，他父亲开心了。嗯，家里这喜事儿算是定下来了。哎，吃了定心丸，哎，叫喜定。是，但是后来结婚之后，这个名字也带来很多的不便。这有什么不便呢？有时候他正好的媳妇儿一回家，一进门正好不在家。哦，老公爹在家呢。啊，公公，老爷子。啊，喜定呢？哎呵，不像话。老头听见都假装没听见啊。哎，没法接话儿。儿媳妇还问呢。啊，你老爷子。啊。正喜定呢，哎呀，让儿媳妇看见了，哎，什么话这叫？关心着呢，非问辞是都不可。嗯，后来就改了个名，艺名叫郑好。哎，对，挺好啊。是，嗯，让他们两个人稍微休息一会儿。是啊，我们哥俩啊，跟您接着聊。哎，每次一上场啊，都觉得对不起各位。嗯，买了票了，让您花钱，而且观众们还送花，是又花钱。嗯，我在北展这儿演这么些年，你知道门口。好几家卖花的都供着我的神像。哎呀，拿您当祖师爷了。那这玩意儿互惠互利吧。哎，谁呀，让各位破费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嗯啊，不过各位呢也说明您是真喜欢相声。是啊，这个东西不是拿枪逼着去听相声去。嗯，没有。哎，发自内心愿意听人家才来呢。自己来的嘛。人各有志，不可强求。嗯，我们是爱说相声。嗯，要说不爱说相声，天天跟这儿也盯不下来。是啊，当然这是工作。嗯，工作之后也有各自的爱好。那当然，比如我看看书啊，写个字啊。哦，比如于老师回自己的马场是吧，玩一玩。哼，这话得赶紧接上。嗯，你知道吗？反正你很过分。哎，谁很过分？他有条件啊。嗯，刚才咱们也介绍啊。是，种花啊，养鸟啊。嗯，哎，什么小动物啊，喝点酒啊，唱唱歌什么的，这就爱好。还唱歌啊？他跟我不一样，我爱唱戏，他爱唱歌。哦，不一样。啊，我没事看戏，长安大戏院、梅兰芳大戏院，嗯，看看戏啊。哎，他没事是各大歌厅啊。我净逛歌厅，那能唱歌去啊？哦，练去。都认识北京城大小歌厅，谁不认识于谦啊？我老去，推门就进。哎，来俩，嗯，来俩，过十八的不要。什么呀？这是果盘，过十八块钱的不要。你以为呢？我以为啤酒呢。要不然就说茶米了吧。哎，这不一样了，不是？多危险呐。嗯，我也觉得后怕。是吗？嗯嗯，但是唱的确实是真好。哎，不敢。我有时候爱听他唱，有时候在后台没事来一个。啊，嗯，
别着急啊！今天演出结束之前，我一定会让于老师给大伙唱两句的。他得酝酿，他这个人唱歌慢热，是哎，劲头上来拦不住。嗯，在后台有时就是演出结束了，嗯，到后台归置东西该走了，他那儿高兴了，唱、哎、在那菊花盛开的地方，在那菊花盛开的地方，对，嗯，有我可爱的家乡。哎啊，还嗯呢？我住裤衩里是怎么？胡给人改词儿，您这这么大岁数？废话，您唱错了。我不懂，我不会吗？不会，您单唱那唱对吧？还是您会唱，唱的也好。啊，发音吐字都很讲究。嗯，很好的利用自己的盆腔共鸣啊。盆腔共鸣，哎、我那放屁呢，合着。哎呀。废话，唱歌有盆腔共鸣的吗？人唱歌都是嘛，共鸣嘛，盆腔共鸣嘛。我没听说过，唱歌共鸣，胸腔共鸣，头腔共鸣，没有盆腔共鸣啊？没有。我说你唱歌挺骚气的呢。哎，用不着那儿。没有哈、啊，没有。唱的确实是好啊，嗯、不过咱实话实说啊，啊、嗯，咱俩这个岁数在台上一定要注意，嘴里得有把门的。那当然，是不是？我们俩差不了太多。嗯，他今年43了，对，我都31了啊、嗯，所以说我们两个、嗯、先等会儿。您多大？行，别闹。谁跟你闹了？不是问清楚了吧？您我曾经31过。曾经31。嗯，你看我现在多大？您啊，您也就是40上下。嗯，没有了。没有了。没有喽。哟，你看，多少多岁？有73，有84的啊。啊。我不让你们说，我没问你们俩。啊，多大？哎，18。哎呦呵。嗯，3岁，哎呀，你等我尿你一身一会儿啊！三岁没有了，没有了，40多都没有了吗？哎、去你的吧！你刚不是说的吗？40，他说我40多了，嗯、啊，40多都没有了，列位，真的，我都39了。哎，这还那就还没到呢，那个、啊、还没不这么说。对呀、啊，不这么说，但是我很羡慕你，羡慕我什么呀？真说良心话啊，嗯，你看人家这个生活状态，嗯、啊，就看整个人这个气质啊，我这个，你准比我活得长远，真是。是吗？真的啊！你不信，咱俩打个赌，怎么样？到时候你追悼会的时候，你看我怎么跟你道歉的？哎，谁先死啊？合着是，肯定是你啊！那错不了。那还状态好什么好啊？就是我这个，我现在说你，你都没死，这个状态很好。哎呀，我这气性也太大了，我这。好好说相声，这么多人喜欢咱啊！咱俩真死了，门口这几个卖花的怎么办？是吧？哎呀，咱有个念想，我们得考虑到别人的生存状态。是是是，啊、包括中国说相声，咱们俩死了。对同行来说是个打击，那可他们不打架啊！这些年说良心话，其实老百姓特别可爱。嗯，我说相声说了好几十年了，嗯，从来没有一个观众说郭德纲说相声说的这么差那么次，如何如何，没有。哦，就是都是同行，同行郭德纲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这个不好。嗯，其实我也习惯了，是很正常。你这个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。是啊。真的，你想这道理、嗯、你修自行车的他怎么能恨卖早点的呢？啊，这不挨着吗？是不是？对，拍电影的他能恨踢足球的吗？对吗？啊，不靠边。开歌厅的能恨于老师吗？是吧？那、啊、他恨我怎么还不走啊？这人不一样、啊、只有同行之间有利益之争，嗯，他才会恨。但是对我来说，我说句良心话，嗯嗯，其实我没有这么小心眼儿。哦，好多人还说你是不是有迫害妄想狂啊？啊啊！老以为人家害你啊，人家没害你。我说兄弟，你不知道，嗯，害的时候也没通知你们。对，但是谁疼谁知道。哎，当事人知道啊。再一个，我心挺宽。哦，对我来说啊，老话说的，谁好谁带着。是，您趁8亿那是您的。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我吃窝头那是我的事儿，我能力不够、嗯，对不对？见有钱的，见有势的，我也没有上赶着如何如何。嗯，有的时候演出人就快来快来快来，地方上首富来了。嚯、哦！我怎么了？嗯，我首付交多少钱？哎，啊、哎，买房子不是我们这地儿的首付最有钱、啊，人家趁3亿。哦，我说给我吗？不给，那我凭什么跟他客气？啊，这就不客气。啊、说给你呢，给了我是首付了，他得跟我客气。哎嗨，那哎，对吧？合着没有您客气的时候，谁好就是谁。哦，说相声也是如此，对不对？哦、嗯啊，您大马金刀是您的事儿，是我能耐不济，我自个儿忍着就得了。能耐去，就是谁好谁带着、嗯。我们同行不这么想，他们呢？他老憋着把我弄死。嚯、哦！其实他们也糊涂啊、嗯。我死了，你也卖不出票去。实话，
真的，两回事儿，不是说我去世了你就相声艺术家了，你还是不会啊，嗯、对吧？老憋着我死，我真死了，这个行业就够呛了。也没办法，有的时候同行之间一探讨起来也挺可乐。是啊，你跟他说艺术吧，他跟你讲道德。哟，你跟他讲道德，他跟你说品位。嗯，你跟他说品位呢，他跟你说文化。嗯，你跟他说文化呢，他跟你说孔子。嚯，你跟他说孔子呢，他跟你说老子。嗯、你跟他说老子呢，他跟你装孙子。嘿呀，哎，净在这辈儿上绕了啊！哈，好好练功，好好说相声，对得起买票的人，比什么都强。实话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从小都练功，嗯、很枯燥，列位。对，练功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嗯，早上起五六点钟起来，在那叨叨叨叨叨叨，一遍一遍的背。是，最没意思就这个，但是必须要有这一点。哎，得背。小的时候我们净是这个，一天到晚嘴里不闲着。嗯，包括大段的贯口了，包括小段的绕口令了、嗯，嘴里边老得叨叨着，都得有词儿。花200钱买一小猪，嘚、嗯、嘚喝水，胳膊胳膊吃豆，接着墙头扔出去籽儿的一声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死了。哎，嗯，这就是基本功、啊。其实他也能管什么呀？嗯，关键是顺嘴练的、就是，天天这出，嗯、唇齿喉舌牙这几个位置一定要调理顺当。没错，现在也说。说什么呀？不过再不说这200钱买小猪了，改了。你看，调理一下嘛。嗯，花200钱买一火箭，嚯，滋滋冒火，咕噜咕噜冒烟。嗯，顺着朝鲜扔去了籽儿，一声，你猜怎么着？嗯，掉了。哎、200块钱买的，没法不掉下来。要不掉下来，应该是叮当、哎、二踢脚啊！啊，这叫什么实心的理念？哎，对，说相声60%的传统技巧，嗯，40%的实心理念、哎，再加上个人的天赋和你的努力，嗯，揉在一起，你才能说好相声，跟上时代。好多人看清楚我们这，哎呀，你们这没什么，有嘴就能说，嗯，是有嘴就能说，但是说好不容易。对，说良心话，就跟郭麒麟似的，嗯，郭麒麟问我，你看我打算干点什么好？那会儿还上学呢，嗯，我说你说呢？他说我想了想，我想当个厨师。哦，厨子。我说什么好处？想吃什么炒什么。哎，我说哪家饭店老板疯了心了，请你啊！嗯，这厨子跟后边想吃什么弄什么，不是你吃，是给人家做。嗯、哦，那算了，嗨，想错了啊！后来有段时间，我们街坊有一钢琴家，老劝让孩子练钢琴，他那手指头长，郭麒麟手指头长。哦，啊，我说愿意吗？愿意，带他出去看钢琴去了。嗯，10万、20万、40万、50万都看完了。嗯，我给他买个哨回来。哎，哨。吹的那哨啊！我儿子带着钢琴走学累，你来这个一出胡同一叫上这个狗都跟着你走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好嘛，省事。后来就学了相声，嗯，倒不是说舍不得钱，关键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知道。嗯，您记住了，望子成龙的家长几乎都不是龙。嗯啊，我自己儿子我知道，我希望他有一手艺就是了。嗯啊，你不能说攥着仨文凭跟家里待着挨饿，这个咱犯不上。是，有人说了，说相声都没文化，没有文凭，列位。我们拼的是文化，不是拼的文凭。文凭在人生中是火车票，这怎么讲呢？火车开了，呼，一帮人上火车了啊！啊，文凭是火车票。嗯、啊，北大的、清华的，好比就是软卧呀、啊哦，一等座。哦啊，什么专科、本科呢？那就是什么硬卧、软卧呗，是、哦、吧？民办的呢，就是站票。哦，成教呢？成教就是厕所忍着。哎呵，哪儿都有人。火车到站了，下车找工作去。是，人家招工的老板，人家关心你得了能力会干什么。嗯，人家没问你是坐什么座来的。但好多家长都糊涂，我儿子有10个文凭，跟家待业，我踏实，这是自私。你没为孩子着想，为的是你着想啊。吹去。他为了跟街坊说话，我们孩子10个文凭。嗯，现在干嘛呢？跟屋饿着呢。哎嗨，但这个短期内10年20年，老百姓这脑子转不过来。嗯，谁转到前面，谁家孩子反正能。活得舒服一点，哎，他的得意、啊，这个没有办法，咱们得多看书，咱得开通一下，尤其艺人拼到最后，说句良心的话，嗯，拼的就是文化，对，其他的东西都是肤浅的，嗯，过去之后拼的是文化底蕴，没错，而且相声不是一成不变的呀，啊，也变通，有人说了，传统相声死了，不能再说了，它脱离时代，嗯，我说你证据在哪儿？我听谁谁谁那个录音呐、啊，现在一点都不挨着，我说你听的是1947年的录音，嗯，在当时它是时尚的。你今天拿当时的录音来比较，说明你落伍了，对不对啊？相声并无罪，罪就罪在说相声人身上了。对，好多节目其实现在依然能拿出来使，拿出来照样说呀，对不对？你包括有一个节目，嗯，得调不调不行了，怎么？就是说相声，你可能不会，反正、啊、说相声是人就会，是人就会啊。那我不是人是怎么着？
这叫怎么说话？你说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啊，说那个碰一蛤蟆啊，蛤蟆叫的倍儿厉害，咕噜呱咕噜呱，为什么蛤蟆叫的这么大声音呢？啊，就这个啊，这你会吗？这咱传统的节目叫蛤蟆谱，蛤蟆谱跟铃铛谱是一个作品。哎，前半拉是前半拉啊，嗯，蛤蟆蛤蟆，为什么？怎么为什么您不会合着？我怎么我这跟你探讨吗？探讨这有什么？这有什么可探讨的？您就告诉我蛤蟆为什么能叫这么大声音？因为嘴大脖子粗肚子大，所以叫唤声就大。一点都不讲理。怎么了？现在说出来这就叫不讲理。怎么不讲理了？嘴大。对啊，那口大。对啊，脖子还憨，叫出来声就大。是啊，我们家那抽水马桶那口小吗？不小吧？看谁做。你这你们家的抽水马桶，你们家不用这，你们家蹲菜地呢。哎呀，马桶怎么不叫唤？废话，马桶有叫唤的吗？啊，马桶，对呀，马桶它里边有水呀。听着像人话吗？有水就不响，有水它就不叫唤，不但不叫唤，连响都不响啊，不响。对了，水壶、铝壶装上水，坐炉子上，呜，响不响？水壶那水它是包起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水给它包起来，那它就响。水包起来就响。对了，膀胱。行，咱讲个找的，你知道吗？碎捧是吧？碎捧，俗名，俗名，耶，对吧？艺名膀胱，你想吗？你来，你想，你看，想吗？我想吗？一句话就问住了。废话，没听，膀胱，膀胱肉的呀，肉的，它就不想啊。哦，肉的，对、啊呵呵，小笼包，小笼包响，小笼包带汁的，一咬，呲一声啊。要喷到对过脸上，对过还出事呢。哎呦，哎呵，两响，跟朝鲜那二踢脚似的。没听说过啊，小笼包那叫响，小笼包响，小那它有馅儿，哦，有馅儿就能响，有馅儿就响。对呀、啊，豆沙包响吗？豆沙的，豆沙里边是豆子呀。哦，豆子是豆子，就不响、啊。豆子不响。对，来口袋豆子倒地上，哇，响不响？那不是你得拿口袋吗？有口袋。就响哦，来口袋棉花，到地下响吗？白的，不响。哎，人家这玩意儿讲理啊。那可不是吗？棉花、哎、白的，白的不响，不响。冻豆腐扔铁锅盖上，怎么找的？这是，当当的。废话，冻铁锅盖。对啊。啊，对，铁的呀，它是，它就响啊。铁的响。对呀、啊。哦，配电柜响吗？配电柜里边它不是得有电线吗？哦，它有电线就不响。电吉他有线。您这不是抬杠吗？抬杠，抬杠比打分挣得多。不是您这说话好好说，咱说事儿，咱别谁跟你说，你才瞪眼了，不是瞪眼不瞪眼，这你有病啊！不是你有药啊？你有病啊？你有药啊？你吃多少？你给多少？你吃多少有多少？你有多少我吃多少？有你未必敢吃。什么药啊？胶囊。哎，不吃。这玩意儿它全能想起来，你就要不来只皮鞋尝尝？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对吧？咱这得讲理啊、嗯，光抬杠不管用。这还讲理呢，没事多看书啊，知道吗？我现在没事我净看书来着。你那当然，古今中外，不管中国书外国书全看。嚯，你看看博览群书，那不敢那么说，努力呗。嘿，对吗？中国这些字从甲骨文引申开始、啊、大篆小篆、嗯、啊，什么叫真书隶书草书，嗯，对吗？咱都得瞧，中国字讲理，外国字论情。哎，您这个总结的是什么意思？中国字是最讲理的了啊，劳动中来，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含义。哦，举一个字啊、嗯、这个字念门栓的栓，一个大门的门里边横一根棍儿，这字念栓。对呀、啊、门栓的是对，怎么讲理？一个大门搁上一根棍儿把门栓住了，哦，这叫门栓的栓，象形字。一个大门里边一个耳朵的耳，这字念闻，嗯，听见的意思。对，讲理、哦、一个大门里边一个人，嗯，这字念闪。是啊，门口有一人一闪，哦，闪开了。哎，一个大门的门里边站个于谦，这是，这字念抓阄的阄。哎呀，
你才是那故意呢，你。这我差点又给绕进去，你。这是长寿的意思。别捡好听的说了，长寿的意思。嗯，中国字，外国字我也没少看。外国。哎，各种外国话，我差一点我就懂了。哎，还是没懂啊呢。不是懂不懂？全懂不可能，皮毛。嗯，英国话。英国话懂点。哎，韩国话。哦，韩语也懂。哎，日本话。啊，离咱们很近。哎，嗯。华国话。哎。不是什么的呢？华国话。不是人话，不是这。那个。华国话，华国，华国话，还华国话，你先把话说清楚了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什么什么？法国话，法国话，法国话，法话话话话。你再来一遍，再来。我来一遍管什么？我是你会成功的，来。哎，好，主要是我说错了，法国话，好，成功。哎，这。我别学了，我学会你着急啊！我着急，我研究了一下啊，各国语言确实很有特点，是语法不一样，语境不一样，语气不一样。嗯，你比如说英语，英语怎么？英语的语法很硬，是吗？英国是一个很绅士的国家啊，对，人们也很古板。嗯，所以他的语气、他的表情和他的语言呢，他不一样，很僵直。哎，对对对，举个例子啊，啊，怎么是有一个字啊？嗯，就咱们说不，不行，这呢不行，因为英国就 no 啊，就是不行，就不行 no。No，No， no, 你看，比如说你要站在一个英国人的角度来说这话，嗯，情绪不一样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就好比说吧，嗯，好比说咱俩人怎么了？好吗？你就是英国的王子，哟，好吗？我王子，你是英国的菲利普王子。我做冰箱的，合着是？啊，不是那个，你们就是那叫什么？那个菲利普，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就是。啊，就是那个戴安娜，那个查尔斯王子啊，对对对，戴安娜没死的那个爷们儿，那个什么话？您这不是这还学英国人呢？您这戴安娜不是跟那个跟他那棒尖儿不怼死了吗？哪儿啊？啊哪儿？您说的都下三滥的事儿啊！您这咱们正在探讨王室的事儿，你别对呀、啊，你就说查尔斯王子，就是查尔斯王子，就是他没死，对啊，他的英名叫差一点死是吧？哎嗨。查尔斯但是没死，哎，就是没死。你就是好比说，你现在就是王子，我就是查尔斯，哎，你就是查尔斯，嗯、我呢就是这个，我是伊丽莎白的老伴儿，好吧？您先等会儿吧，我这不是王子，我是儿子，查尔斯儿子。没听说了，还占便宜，都上英国了，一点意思都没有啊？怎么了？一点到哪儿我都揪心担心你，好没有吃没吃饭呢？喝水没有啊？啊，过马路有没有车？我老揪心。你甭揪心了，你甭揪心，我倒想揪回心呢。嗯，行，那就你就是王子了。我王子可以。我现在等于我什么职务都没有啊，因为我把江山呢托付给我太太，知道吗？哎，还是这位啊？我是不是吧？我肯定不是。我现在等于退位了。哎，好，好吗？您就爱是谁是谁。我就好比我是王宫里的厨子了。对吧？厨子了，哎，我厨子，好吧，我是厨子，我是小姐，皇宫，哎，啊，好吧，就是我跟您汇报工作吧，啊，好不好？嗯，汇报工作，给王子安排早饭什么的，好好好，王子这是刚起，哦，刚起，我就赶紧进来伺候您呢，嗯嗯，把这个门打开了，把帘打开，是，把炉子封上，把您那住哪儿了？这是，查尔斯王子还捅炉子呢。对，我不懂，没在皇宫待过。你再让王子中了煤气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进来先开门嘛。好嘛，放放煤气，开门通通风，把窗户打开了，啊、是吧？给被窝给您撩开了。我那我再冻着。我、哎、这有暖气，有暖气片。哦，外边烧着那个土暖气。有，哎、还得土暖气。王子跟那躺着呢。啊，我给您周起来。嗯，穿上裤衩给您穿。哎呦，光着呢。裸睡吗？嗨、哎，那我用你干嘛？我这生活不能自理了，这是。身份有身份啊，王子跟这光着呢，这光着呢，这什么身份？穿上跨栏背心，好家伙，穿上裤衩，我这要上鸟市，我这，穿上秋裤，哎好哎，一点一点来，穿袜子，把秋裤塞到袜子里边，还是病人呢，我一点都不能干自个儿，暖和，暖和，穿着一直好不好？啊、是，穿着啊，扶您起来。啊，扶我起来，扶您起来，是扶着床边，先给擦擦嘴啊，擦擦脸啊，哎，半身不遂了，我这没汇报身份，你怎么一点不像王子样呢？我这不是能像王子样吗？说这个意思啊，啊，就是关键看您最后说 no， 哦，就有这一句，哎，对了，哎，你给我结尾，铺垫，好好好，都是铺垫，哎、我是那厨师啊，哎，您解师傅，嗯嗯嗯。
解释。啊，我王子伺候王子。好，哎，尊敬的王八殿下，王八殿下，不是你这玩意儿，王什么？王子，王子，王子殿下，哎，天不早了，不上门该出去奔奔去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嗯，这胡同串子来了，这是。您早饭都给您预备差不多了。哎啊，有豆汁焦圈啊，有猪大肠刺身。嚯啊！待会儿您还要视察北京德云社三里屯小剧场。哎呦啊！另外报告王子一个喜讯，怎么着？王菲已经成功的加入了天上人间。我的妈呀！王子表态，我表王子表态，我还表态。嗯，哦我哦，嗯，啊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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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王子没意思，他自己去。没听说过，上那儿干嘛去？你看。就这最后这一下啊啊，看出来了，你这血统很纯正啊，血统很纯正，有皇家的这个意思，口语很纯正，哎，很好，绝对看着皇家风范，哎，能能能，这都没少吃皇家狗粮的都是，哎，这好是吧？哎，我吃那玩意儿长起来，哎，状态就不一样，嗯，你要到韩国就不一样了，韩国怎么样？韩国说这 no 不要，停止，嗯，不说 no，嗯，那说那阿尼，叫啊阿尼阿尼，哎，或者西了。哦，这都是不的意思。阿尼，哎，阿尼，阿尼会说吧？阿尼可以。你现在就是一韩国的王子。韩国也有王子？哎，对，韩国王子殿下，朴宇盛先生。我这一辈子合着没闲着。嗯，我是您的翻译。这还用翻译呢？我原来是伺候老皇上的。哦，哎呀，老皇上叫朴仁勇，哎，我们爷俩都一个爱好，你叫朴医生，嗯，好吧，就行啊。今天王子殿下光临北京德云社吧？怎么全上德云社来？别处我也不认识啊。哎，对，就德云社，就是。然后你给大伙讲话，嗯，看看王子这个状态。我讲，哎，对对，到韩国话，我是翻译啊，就我不是不是那个意思就。感觉出您这个皇家这个气氛就可以啊，就有那韩国那，哎，就可以那个意思啊。好，大家安静。尊敬的王子殿下，朴宇盛先生，别提这名字了，行吗？咱们今天终于从首尔来到了北京天桥地区。嗯啊，请王子殿下训话。行，咕噜不然咕噜呢？完了，哦哦。王子说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北京啊，他今天看了德云社的五个小剧场，其中包括天桥、三里屯、张一元以及大石烂啊，还有湖广会馆。他认为演员表演非常的精彩，个别的年轻演员的技巧有待提高。他是这么说的，德云社是真真正正的弘扬民族文化，振兴相声艺术，在此他代表韩氏啊所有的皇室成员向大家表示感谢，也祝今天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。我们请殿下继续训话。我后边还说什么呀？我说那么多了吗？刚才，噔噔噔噔噔嘣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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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哈尼个不丁，混们那个这个不是不是不是笨蛋精，他们蛋也肯。他妈你看吧你看吧你看吧，他妈的天地很东门的看看看看很多的看，殿下说谢谢完了，我白费劲了，哥，我这话真好学，我这语言太啰嗦了吧，我这好。那么最后啊，尊敬的韩国殿下朴宇盛先生，哎，要自杀啊，请大家上演来。哎，这个啊你啊你啊你，这就听懂了啊。哎，对，这个我看您对韩语不是特别熟悉。哎，这我这就够不错的，得亏有我这个翻译啊。您呐，嗯，其实日语也有不，日语也有这个。经常看日本爱情动作片的朋友们，哎，日语也有不要有这意思。嗯，他说什么？叫ヤマデ。怎么着？ヤマデ。哦，ヤマデ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我们学习一下吧，好吧？
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嗯，现在我们的身份转换了，怎么个意思？您不是日本的什么皇太子了？哦，那我是。您是咱俩人身份，现在咱俩是一对恋人。哦，你是日本电影界的一个著名女演员。我叫你叫苍井玛利亚。我一人盯俩呀。我是一个日本的乡村小正太。什么名字这是？这人太不好找了，乡村小正太。嗯，在城乡结合部发展这么一个企业家。好家伙，夜深人静咱们两个人来洗温泉。哦，好不好？可以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找合适的机会把那句不要说出来。哦，你准行。我对我自己也有信心。来吗？可以啊。好啊，来。这个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热。你热你也记着扣吧。啊，好，嗯，开始了啊。日本著名的温泉。哦，洗温泉。哎，叫德云大澡堂。也没去过别的地方。哎，夜深人静。哦，晚上。咱们两个人来了。哦啊，这个新买的保时捷。嘿，好车啊，也不敢开得太快。哦啊，太快了怕生命有危险。是，哎，到这儿先把保时捷呢先放在边上。哎啊，我把右脚的保时捷拿下来，左脚的我也摘下来。皮鞋呀是怎么？拖鞋上面画着保时捷的标。嗨，不怎么样。哎，没灵。哦，花姑娘，什么味儿这是？这是日本话吗？哟西。哦哦，哎，很高兴。是。我们两个人得洗澡得干活啊，这倒是听明白了，嗯，啊，这个我有三个女朋友，嗯，一个普通的，一个文艺的，一个你这样子的。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个洗澡吧，啊，洗澡得干活，来脱吧。哎，那也没的也没什么乱七八糟。我说咱别胡来成不成？这是你准有日本血统，你才有呢啊！我看你眼睛有那个回家的感觉。没听说过。嗯，这学点皮毛啊，这还皮毛呢？学点皮毛，因为对这个我们不是特别了解，是吗？但你要说看看书啊，中国的古典名著我还是比较熟悉的。哎，咱们说点中国，是不是？嗯，咱们有四大文学名著。哦，三国、水浒、红楼梦、推游记。哎，推游记叫什么？推游记像话吗？叫什么？西游记。我刚才说什么了？您说推游啊。我的天哪，我都想了些什么？谁知道你都想了些什么？哎，行，西游记、三国演义、嗯、水浒传、红楼梦。哎，藏秘西游。哎，藏秘西游有吗？藏秘牌油。藏秘牌油。嗯，你说的不是。哎，这叫名著。不是我那个啊。哪不是您那个、哦、就叫西游记。好吧好吧好吧。嗯，西游记啊，四本书都看过吧？都看过呀。红楼梦我没看过。是吗？那会儿看着说嫂子老拦着我。我媳妇儿。他媳妇儿拦着。亚麻爹。哎哎哎哎。没听说过。我还纳闷，我怎么嫂子怎么。不是，但是我一直在想、啊、这个书写男人写女人的书好不了。不好看。嗯、但是我也在写，根据我们工作单位的经历、嗯、我写了本青楼梦。嗯、哎，青楼梦。到时候干爹胡说八道成不成？所以到现在我没看红楼梦。就不让你看。但是那三本我都熟。哦，都看过。三国演义。嗯、刘备、关羽、张飞拯救天下苍生，乌牛伯马祭地天，一个地头刻好了。嗯，哥几个要打仗啊，拜把子。哎，但是不是说一起来，咱们哥仨就成立个蜀国？不是，哪儿那么快？那是后来的事儿。是，刚开始一磕头站起来，哥仨也商量。嗯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嗯，咱们仨得成立个社团呐、啊，是吧？嗯，成立一个社团，叫什么呢？嗯，我叫易德，你叫。玄德，嗯，他叫云长，咱们摘俩德字，摘云字，哦，咱们叫德云社。哎呀，打那时候就有德云社。今天准备纪念德云社建设好几千年。哎哇，没听说、啊。还有个军师诸葛亮，啊、哦，诸葛亮，哎呀，神仙一般。哎，啊，虽然说是个文官，但是打仗的时候冲锋陷阵，赶在头里边，足智多谋，坐了四轮车，对，羽扇轻摇，哎，四轮车风驰电掣，唰，冲在最前边，士兵们都跟着上，一战告捷。真好，军师回来也不开心，是吗？这刹车有人管没人管？哎，没修过，停不住才冲出去的是吗？太危险了！好家伙，实际上没打算这么干。嗯，三国啊，嗯，这个《水浒》大家也都熟悉，《水浒》《水浒传》啊，台词，尤其是舒胆两个人物，
男女主人公，潘金莲呐，就这个西门大官人，这是《水浒传》的俩人物啊。我看通篇都是这两个人。您看的那叫《金瓶梅》，知道吗？没，不是《水浒传》，我又看错了。可不是看错了吗？《水浒》我也看，我《一百零八将》嘛，这就对了。但是潘金莲和西门庆这段爱情故事不得不提啊，那是有一笔。没有他，就没有武松，也没有后面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。是是是啊，这两个人。潘金莲跟武大郎是大学的两个同学啊，大学两个大学生嘛，哪儿有大学生？不是一个学校，但是俩大学生。哪儿写的有俩大学生？你看这个南方是武大的，什么武大？你看看，都喊武大，是不是喊了武大？是喊武大，武汉大学的，没听说武大，武汉大学是武大的。对了，那武大的是武大郎那么个武大，我是这么理解的啊。潘金莲也是大学生，啊，波大的啊。没听说过，不是您按身材领大学是怎么？宁波大学的，哪儿有？没有。两个人一块过日子挺好。后来西门大官人觉得更好。哦。就把这墙角给挖过来了。挖墙角了。后来才出了这么多事儿。但实际上就是中西方文化差异问题。这是怎么？如果换一个位置的话，这俩人不会万古的唾骂。是吗？你比如说给这俩人换个地儿。换哪儿啊？换到泰坦尼克号上。这就好了，就没事儿。怎么见得？泰坦尼克号跟这故事一样啊，是吗？对吧？那女的叫肉丝儿，对不对？肉丝儿，肉丝。男的是捷克大官人啊，捷克大官人啊，人家肉丝儿有本家啊，啊，什么词儿这是？有男朋友啊？这捷克就不讲究了。是老话说得好，人家这个有主的干粮不能碰。哪儿的老话啊？他愣给人呛过来了。嗯，到最后遭报应，这船沉了。哦。这船沉了是报应。你看，当然死之前杰克也很难过。哦，杰克大官人啊，嗯嗯，肉丝儿你跑吧，啊，你走吧，你逃到中国去，哎呦，最好嫁到四川。干嘛？嫁给一个叫鱼香的人。鱼香肉丝这是。但是我们那儿可没有肉丝，只有胡萝卜丝。哎，对，那就是死了，嗯，啊，你就会好的啊。嗯。但是难道说这是老天惩罚我，上帝惩罚我吗？啊，上帝啊，我是不应该撬人墙角。是，但是这一船的人受我的连累啊。哎呀，上帝也说话了。嗯，凑一船人容易吗？哎，好嘛，啊，这一船没好东西合着啊。后来不就沉了吗？是不是？这么回事。中西方文化差异问题啊，故事一样。啊，但是说大伙儿都喜欢看的就是《西游记》。哎，那好，《西游记》我从头到尾研究过。嗯，各式各样的人，不管是神仙还是凡人，都挺值得一说。啊，那您说说，有一个大骗子。谁呀？玉皇大帝，我头回听说啊！你看，玉皇大帝是大骗子。玉皇大帝不是玉皇大帝，他只是玉皇大帝。我，您这不是人话了，知道吗？怎么叫不是？只是，你看，人家告诉你了，我不是玉皇大帝。那他是谁？我是玉皇的大弟弟。玉皇的大弟弟，哎，玉皇俩弟弟，一大弟弟，一小弟弟。你给分析一下。我分析不了您这玩意儿，这。怎么叫大弟弟？他是只是玉皇的弟弟，哦，而且是大弟弟。哦，哎，所以是个骗子。哦 哦，哎，他就不是孙悟空。孙悟空彻头彻尾是一个很单纯的人。孙悟空还是很单纯的人？太单纯了。哪篇章写的？说明他确实是个猴，没有人的这种。你看呀，看守蟠桃园，嗯，都是各种蟠桃，他跟这儿待着。是来七个仙女儿摘桃子呀，挎着篮子摘桃。是他这一喊定。这七个仙女全定住了，不动了。孙悟空竟然去摘桃去了，猴就是猴啊！要是换你呢，我得拿个篮子。哎，你看这事儿又悬，多危险是吧？哎，对，拿着篮子去，那当然了。哦，所以说他单纯啊，就猴就是猴。哎，嗯，然后还有如来佛。如来佛又怎么了？西游记里边手最脏的人。怎么脏？看那手上有孙悟空的尿。哦，在五指山撒尿。所以如来从来不跟别人握手。哦，一见面都这样，有尿。哎，这是这话啊？是说的有尿吗？有尿。哎，哦，还有最善良的人就是观音菩萨。那倒是，有求必应。没错，无论你说什么事他都答应。怎么叫答应？有一个手势叫欧拉。哎嗨，哦，这是欧欧了，欧了，哦，哎，还得服的东北人，嗯，沈阳那边过来的，欧了啊，
整个这个《西游记》里边，其实最不容易是唐僧。怎么了？本来是个神仙，金蝉子嘛。对呀、结果后来改了凡人了，转世投胎啊，还得西天取经。是，这趟不容易啊，九九八十一难，净妖精惦着他呢。对，吃一口长生不老。哎，妖精不惦着，妖精媳妇也惦着，都惦记。你看看这，有一个黄袍怪有印象吗？哎，知道。黄袍怪的媳妇是凡人啊。嗯。啊，宝象国的公主嘛。是。得病了，非得吃唐僧肉。哎。啊！妖精来逮了，没逮着。嗯，孙悟空拔根毛变了七个唐僧。哦，妖精弄回去了。哦，太太，把这七个吃了，病就好了。呵，公主纳闷、嗯、吃一个就好，怎么七个呀？对呀、七个一疗程。哎，没听说了，唐僧也按疗程吃啊。另外啊，另外还从那个《西游记》里边、也感受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。您又怎么想的？有这么一个人叫铁扇公主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知道。她待在什么地儿？待在什么地儿？你看火焰山。对呀、火焰山哪来的？嗯，孙悟空出八卦炉的时候，八卦炉底下掉一块砖来，卖火砖，这块砖烧得通红，掉到地上成为了火焰山。对了，老百姓民不聊生，得去求这公主。嗯，铁扇公主吐出一芭蕉叶，嗯，扇几下，三年就不着火了，没火了，种菜种粮食能活命。嗯，得给钱，得给上供。是啊，你想这个砖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底下出来的，对，芭蕉叶这扇子是太上老君撅起来送给铁扇公主的，是他为什么这么安排？您接着分析分析，你看，嗯，你太单纯了，我也摘桃去了、哎嗯，那砖也是太上老君给的，是对吧？啊，那扇子也是太上老君给的，对对对，他对铁扇公主实在是太好了。哦，那个牛魔王为什么常年不回家住？对吧？他在外边有丹有洞府。对呀、嗯，跟一狐狸精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嗯。还有一个，这红孩是他们俩的孩子。嗯、对，红孩会三昧真火呀。是，可是他爸爸牛魔王不会。哎嘿嘿啊啊！接着说，接着说。不能再说，再说就奔金瓶梅那儿发展。不是，那您得说清楚了。反正这个事儿值得一提。啊、有怀疑的地方。嗯、有怀疑的地方。红孩、红孩、嗯、因为铁扇公主小名叫小红。叫小红。哎，还有个外国名叫 Rose。哎，好。太上老君得道之前叫 Jack。啊，叫 Jack。哎。啊、所以说，要是把铁扇公主跟太上老君搁在泰坦尼克号上，哦，我估计是伟大的爱情。哎，好，他们俩倒伟大爱情。当然了、嗯，整部书还是以取经。作为了最后的目的，这是主线。到最后取经回来，唐王李世民很开心呢。嗯嗯啊，在法华寺高搭法台，嗯，文武群臣跟底下坐着，是李世民正当中、嗯，请唐三藏上台给大伙儿念念这经，讲经。师徒四个人站好了，是唐僧念，嗯，哎，头一天来到鬼门鬼门关。鬼门鬼门关，来到鬼门，哎，哭儿连连哎，哭噜哎，这正念着呢。啊，李世民过去，啪，给一大耳贴子，给嘴巴。你给我说实话啊，这些年年年拿着我工资，你们上雷音寺了吗？啊，你们是不是上德云社倒腾票去了？嗨，啊，哦，上德云社听相声去了。赶紧赶紧喊武将，给这四个人全杀了。哦，宰了。唐僧都吓坏了。是啊，这时候猪八戒站起来说句话，大伙都乐了。他说什么？亚麻地，谢谢。